7月26日，杨幂在微博发文祝福周笔畅生日快乐，发文称生日快乐，并艾特到周笔畅。据悉，两人已是多年的好友。2005年超级女声时期，杨幂就是周笔畅的粉丝，后来又因各种机缘巧合而互相结识，成为了娱乐圈里一对好闺蜜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：“比比生日快乐，希望你俩友谊长久。”今日杨幂给大家解锁的是粉红时尚。粉色虽然是女生们最爱的颜色之一，但这个颜色也是十分难驾驭的。大幂幂给自己配的包包是可爱小兔，一身粉裙虽然也是可爱路线，但是不缺中国元素。下摆的双侧的开叉特别像是中国旗袍的设计，这让杨幂除了甜美还多了几分性感的气质。可爱兔杨幂还来了个双手比微装兔兔的造型，微微翘起的嘴角和粉嘟嘟的脸蛋让她显得十分呆萌。是不是粉色一定要和小蛋糕联系起来呀？网友纷纷留言说道：“粉色真的很多人驾驭不了，杨幂太美了，大爱我幂。”